脑子里演了一部电影吗？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，就因为我平常其实会听很多就是这种类似的那这种类型的歌曲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听不懂你到底在唱什么，就歌词。对，但是就是会很有画面感，就像刚刚我跟小布我们都在说，就感觉是个电影。而且就感觉他这首歌就是很广，对，这首歌写的是宇宙，整体感觉如果就是抛开编曲来说，我觉得词曲就是很有他个人的风格，然后很悠长缓慢的感觉，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，很舒服。哎，我跟钟欣想的真的好像啊，就是因为我是被情绪带的嘛，我觉得你前面的铺垫我觉得特别舒服，他就让我瞬间可以沉下来。我很喜欢你这里面的副歌的逻辑，就是在这首歌的歌词里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关于逻辑的问题，就是一首歌词，一首好的歌词，它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逻辑，它的逻辑要是简单、顺畅而且合理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